那你去当兵吧，不要靠你爸帮忙，凭你自己的本事去当那种最苦最累最危险的兵。我敢。不行，绝对不行。当兵算什么理想啊？只有那些考不上大学没有出路的人才会去当兵。爸，您这话说得太武断了。现在军营里也有很多大学毕业素质全面的现代化军人，就像上次去我们学校救了富强的消防员。好了好了，我们在教育孩子呢，你插什么嘴呀？反正我傅满堂的儿子绝对不能去当兵。为什么？什么为什么呀？你一不读商科，二不进公司，我那么大家业，最后我传给谁啊？传给鬼啊我？那你传给鬼呗，反正跟我没关系。你老傅，来来来，让我来。强强，你听妈说啊，爸爸就你一个儿子啊，他这么打拼，全都是为了你。妈，我求你们了，我求你们了，好吗？你们千万千万别再说你们做这些都是为了我。好吗？你们做这一切只是为了自己的钱而已。这次，我要凭我自己的本事走我自己的路。走你自己的路，你的路啊，就是被撞得头破血流。我愿意，就算撞得头破血流，也比做一只混吃等死的寄生虫强。你混蛋！爸，哎呀，老傅，你干什么呀？儿子，你没事吧？你打他干什么？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呀？儿子，没事吧？我一定要当。这是我的理想，谁也改变不了。儿子，哎，儿子，别管他，去哪儿？让他走，有本事一辈子别回这个家。哎呀，都怪你，干嘛怂恿我儿子当兵？你打的什么鬼主意？阿姨，我没有怂恿富强，我只是觉得跟其他出路相比，当兵就算不会最好。也不见得更坏，更何况富强他是个成年人，他自己会做决定。那也是我儿子啊。那你们是想要一个渴望独立的儿子，还是一个只会啃老的废物呢？说不过你。美呢？镜子快裂了。你怎么在这儿？你猜。串门找闺蜜。不过这儿可都是男闺蜜啊。反正不找我就好。张梦一。你在培训期间表现得很抢眼，马马虎虎吧。想当特勤中队长？不想，我就不上这儿来了。要是当不上呢？你问我这个问题，就像我问你，假如你是男的呢？毫无意义。通常越是狂妄自大的人，越有阴沟翻船的危险。多保重。装啊！我用了三成功力都不到。你干嘛呀？真给你打疼了？我帮你揉揉。不怕神一样的对手，就怕猪一样的朋友。你说的对，我就是你猪神一样的对手。你们都是基层中队里的精兵强将，这么多天训练下来，我相信你们对消防铁军这几个字有了更深刻的领悟。随着科技的进步啊，对我们消防而言可能是个帮助，那也可能是个挑战。大家在享受的更好的保护的同时，必将面临着更为复杂的警训警务。未来的日子里，从高层地铁到排爆防化，消防的综合攻坚能力将面临着更为严峻的考验。
因此，我特别给你们请来了一位反恐排爆专家，来，我们大家欢迎。那不是那谁吗？怎么回事？我太兴奋了，兴奋就好好的学。是。除了反恐排爆这些培训外，江警官在心理学上也是颇有建树的，所以这次将由他来对你们完成最终的心理评估报告。希望你们各位能够与他精诚合作，把我们这一次特勤干部培训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。是是。兴奋的同学，你是准备站着把课听完？你俩还真是有缘千里来相会呀、啊！我的阴沟来了。自我介绍一下，我叫江涛，负责反恐排爆方面的研究，非常高兴能和灭火一线的战友们见面。我的授课将以实际案例分析为主，结合相关的理论知识介绍。帮助大家进一步的提高对于事故现场反恐排爆方面的专项作战能力。在我授课的过程中，大家要是有任何的疑惑，可以随时向我提问。下面来看第一个案例。这是发生在前不久我市某学校的一起劫持案。嫌犯身绑炸药冲进教室，劫持了当时正在授课的一名教师和所有的学生。这个案例怎么看起来那么眼熟啊？在配合公安干警的同时，我们有一位同志主动请战，要求用水枪击倒嫌犯解救人质。结果，由于处置失当，导致了……报告。怎么了？报告，他要上厕所。你扩音机失灵了吗？非得这会儿去？这都陪你去。报告，教官，我扩音机没问题，不用上厕所，我只是。不认同你的看法，我觉得在当时的情况下，水枪是最好的选择。最好的选择，却导致炸弹遗落在事故现场。那是因为人质现场捣乱。难道在行动之前不应该考虑到，在炸弹的威胁之下，精神高度紧张的人质可能会有的反应？正是因为考虑到这些因素，所以才要加急救援，防止场面失控。加紧行动不等于鲁莽行动。你凭什么觉得我的行动是鲁莽的？因为事后表明，你连炸弹的属性和如何引爆这两个最基本的问题都没有弄清楚，就贸然跟嫌犯产生了正面冲突，在我看来，这就是鲁莽。报告，江警官，那炸弹明明就是假的，您就甭老提了吧。你现在知道它是假的，可是，在当时，它却被当成一个智能型的炸弹等待拆除。有谁知道智能型的炸弹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更加敏捷的电子隐性装置，由此连接感度更大的起爆药，能在极小的外界作用下与猛炸药不停滞地立即进行炮轰。而后者基本采用含水性炸药进行装药，其特点是密度高、猛度强、爆速快、抗水性能好、临界直径小，从机起爆炸到不停炮轰时间短到几乎可以忽略不计。也就是说，用水枪击倒嫌犯的同时，很有可能引发新一轮的危机。报告，所有参加过救援的人都知道，在紧急救援中，时间是最重要的，哪怕一秒钟的犹豫都会错过最佳的救援时间。即使这炸弹判断失误，但是我们对水枪的压力和落点是可以控制和保障的。你凭什么保障？经验。经验？对，多年训练和救援中总结出的经验。所以施救人员反成被救对象，凭你的经验应该如何解释？那至少这发生在所有的人质被救援以后。作为施救者，我的经验没有对人质造成伤害。反观，我倒觉得那位排爆专家行为不太那么光彩。
在我看来，这恰巧说明了那位施救者对于炸弹的无知。这正是今天各位坐在这里听我上课的原因。通过这个案例，我希望大家在正式学习排爆之前，首先要学会对于炸弹的敬畏。科技能够赋予我们最先进的排爆机器人，但却永远无法替代我们自身对于危险的敏锐感知。特别想干的事儿，别着急去干；不想干的事儿，别被别人拉着去干。这是我的排爆原则。 女军部，坐下。下面来看下一个案例。少人啊，他这是故意在针对我。人家从头到尾就没点你名，好不好？这还用点名吗？全班谁不知道？ 是我张梦一拿水枪解救的人质。哎，所以说吧，年少得志难免为生命所累呀。说人话，你丫不作就不会死。当初你非把那假炸弹往人身上摔，现在有了磕头的人嗷嗷叫，你说你这么没风度，你妈知道吗？是他先招惹我的。行，你有理，你全有理，行了吧？ 本来就是我有理，不，我的排骨，你给我吐出来！我跟你说，我就不服。你说我张猛毅啊，我好容易赶上这趟干部培训考核，这个末班车了，弄不好因为这个事儿，我就得中途下车呀，我就注定和特训中队无缘了。你知道这个严重性吗？ 有事吗，同学？江教官，我能跟你谈谈吗？可以。我承认啊，我不该拿那个假炸弹砸你，可你犯不着在课堂上当着那么多人的面，你干嘛针对我呢？你还是觉得我举那个案例是在故意针对你？ 难道不是吗？张梦毅，你自己心眼小，我不怪你。可是你要把全世界的人想得跟你一样，那我还真有点看不起你。等会儿，你把话说清楚了，什么叫小心眼儿？咱们没什么可说的。咱俩打第一次见面，你就跟我憋着劲儿，我说到底为什么啊？好，那你说咱俩第一次见面在哪儿？职业中学呀。 如果你不想我的评语影响你的考核总分，那请你立刻马上把你的手从我的手上拿开。你这样做不合适。一，我跟你说，我说你这人怎么？我说的不对吗？职业中学吗？第一次在哪儿？你再说一遍。冰城高级职业中学。 你干什么？我爸不是胆小鬼，江梦怡。我爸不是胆小鬼，你爸不敢进屋，他就是胆小鬼。我爸不是胆小鬼。
是因为他才牺牲了，都怪他。不是，我要把男性和童女消灭掉。我爸不是男性和童女。我想起来了，原来你是我们家属院那个从小跟我打架的假小子。岁月真是一把杀猪刀啊。你说什么？啊，我是说女大十八变，你变得一点不像假小子了。你倒是一点都没变，还是那个自以为是的张梦。啊，我现在明白了，那次拆弹的时候你就已经认出了我是吧？不是认出，是一直都记得。哎呀，真是好记性，真棒。那要看对谁，对你想不好都难。那我向你认错，好吧？小时候不应该犯浑，以至于给你的童年留下了不可磨灭的阴影啊。所以呢，一见着我就看着不顺眼，是吧？我错了，我认错了。你还是觉得我做这些事情都是为了打击你？啊，不，怎么可能呢？你是大人有大量啊，胸襟广阔，你怎么可能对我打击报复？我知道你这么做完全是为了激励我，鞭策我。我接受。有觉悟啊，不枉费我用心良苦。觉悟我是有，不过你得手下留情啊。留不留情我不好说，但我跟你保证，一定会让你输得心服口服，死得明明白白。不会吧？江涛，我告诉你啊，特勤中队不是你一言堂，你要是敢公报私仇，在评语上黑我，你看着吧。其实当不当这个中队长我无所谓，你这要是影响了特勤中队的建设，那就是大事儿。你要真的这么干，我告诉你啊，我分分钟中我到大队、支队，我到总队，我反映情况，我告诉你。表现表现，最近不太顺。让你的小心没给整了吧？哎，你说换谁来当教官不好，偏偏是他。赵先生，人生所有的相遇都是久别重逢。滚！哎，要不你跟他表白吧？表白什么？就说你暗恋他，但是不好意思说。所以就试试跟他对着干，其实是想引起他对你的注意。我暗恋他，我暗恋那个假小子，不可能。人家现在不是假小子了，那也不行。这就是你想说吧，在美化你野蛮人家的同时，顺带赞美了他不堪回首的童年，既营造了你们两小无猜的假象，又展望了彼此假戏真做的未来。没准他心中一个涟漪，从此对你不负怨恨，另眼相看了。你说完了吗？一举多得，这不挺好的吗？管你的蛋！何秀，你不听我的是不是？那你落选了，别跟我面前哭啊！快哭吧！无剧本实战演练，特勤中队接警。今晚9:23，某文工团外围绿化带内发生爆炸，而后有恐怖分子一名携带装有可疑液体的瓶子逃入场内，伺机投掷瓶子撒出液体趁乱逃离，造成现场若干群众中毒被困，具体伤亡情况尚不清楚，现需出动防化消防指挥车、安检排爆设备赶赴现场，实施救援排爆以及核生化综合处置，明白吗？明白。明白吗？明白。报告，你带队啊？有问题吗？报告，没有。出发。是。鉴于外围绿化带内曾
发生爆炸，会进一步排除危险。现采用二号预案，屏蔽周围手机信号。排爆组到，进入探测设备，对于外围绿化带进行勘测。是。根据现场工作人员的回忆，这是歹徒投掷瓶子的位置，所以在这个区域，观众受困的几率比较大。谢晨，到，你着重型防护服从右侧便门突进侦查，首先确定可疑物是否含有核放射性，以及被困人员的伤情。是。搜救组准备担架。嗯。洗消小组准备洗消喷雾筒。嗯。两头水带连接，防止现场爆炸起火。大家行动。报告。我呢？行动。是。放缓一点。快帮我穿衣服。还没看出来啊，这是故意针对我的。是真的又怎么样？怎么样啊？告诉你啊，这次演练成绩啊，最后要记下来的。大队长说过，贺勤中队长的任职并不完全取决于成绩。可他这是明目张胆的在收拾我呀！啊，来了，亮了，看我笑话。不在乎他怎么看你，关键是你把自己当笑话，那你真成笑话了。难道不是吗？我就不应该来，我在家睡大觉。你呀，现在真像个怨妇。你大爷的！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抓紧时间，快点！娘。小心里面提前安排好的炸药。我知道。王军，啊，做好一切你能做的。我知道，我知道。我可不能闲着，闲着这个真不够用。刚换的新的哦，都准备好啊！哦，好。把现场残留的液体和瓶子放入回收桶内，洗消组对空气中的有毒气体进行综合洗消。大家有问题吗？没有。报告，我有。说。我想问一下，三个中毒观众，除了那个重危区的重伤员外，另外两个情况怎么样？只是轻伤。位置？舞台右侧3点钟方向。我建议啊，除了把重伤员抬离现场之外，另外两个要从轻危区转到安全地带。为什么？因为氯气挥发很快，防止二次感染。按他说的做。是。去吧，去吧。
出来吧。剧场内发现可疑爆炸物，我先进去看看，其他人就会警戒。是。张梦一。不。我记得我好像没有给你安排任何具体的工作。我记得跟老师在一起，学到更多。一会儿跟我一起进去。我。闹钟是起爆设备吗？闹钟连接炸弹，一经震动就能引起爆炸。炸药的成分是什么？你也关心炸药的成分？ TNT 世界范围内最经典的烈性炸药，其优点是能量密度高。 TNT 当量现在是大规模能量释放的标准单位，在军用领域目前的技术可以保证高纯度 TNT 的稳定性，可以使其在一般的震动和摩擦下不发生意外。但是如果是枪击或者是火箭筒的袭击，那 TNT 就一样会发脾气了。哼，哎呀，所以说很难避免意外的发生。其实上课我听得很认真的。听见了吗，张教官？我们都可以作证。拆除闹钟。我呀。来吧，张梦一同学，你的理论实际相结合。那。张梦一。我得提醒你，一旦你操作有误，将导致整个演练的失败。在战时，就是付出生命的代价。拆除成功，一次爆炸停止运转。为避免二次爆炸，先采用排爆机器人将一次爆炸物转至外围绿化带进行定点架设摧毁。完毕。收到。撤退。OK。等一下，我怎么听到有孩子在哭啊？谢晨，后台有小孩吗？没有，整个剧场包括后台我都侦查过了，除了三名伤员没有其他人。听到了吗，张梦一？走。不对，这明明是孩子在哭嘛。什么明明？服从命令撤退。你要违抗我的命令吗？万一谁家孩子拉着会出事儿的。跟我斗，王小子，你公共私仇啊！你怎么评价你在演练中的表现？不攻不破吧。既然是无剧本演练，那什么事儿都可能发生。我真的认为后台有人。所以你觉得我们的外部警戒和谢晨的内部勘察都是做做样子？如果不是演练，我可能不会那么明确地答复你。演练怎么了？大半夜的，你们上哪儿找小孩去？我认为你对我有偏见，故意设下圈套害我。对，是圈套。你会上钩，是因为你从来都没有信任过你的战友。
他很自信。换句话说，也是自负。我以防万一有什么错。自以为是，违抗命令就是你的不对。如果选不上特勤中队长，你想干嘛？服从命令，听指挥。你觉得张梦英会怎么回答？我做了我认为对的，有什么后果，我可以承担。这一点上，你倒是像极了你的父亲。什么？你心中有火，张梦逸，你看不到真相。什么真相？你到底在说什么啊？姚月，我当兵了，我有自己的理想了，我要走自己的路。姚月，你高兴吗？高兴，富强，我真为你高兴。水杯都没有盛满，你凭什么帮助人家？市场把它卖了，卖的钱呢还给餐厅老板，剩的钱都够你活好几天的了。我怎么没想到呢？
强。牛奔进。兄弟，馒头能给我吃一点吗？我咬一口。我不信。家出走，结果他把我信用卡给停了，害得我露宿街头吃霸王餐。你说我怎么摊上这么个倒霉的爹呢？他遇见我会屈服吗 ？No way！ 我会跟他乖乖的回家，任他摆布，想都别想。这次为了我的理想，我一定跟他死扛到底。你就不错了。还有一个能够抗争的老爸，你们有吗？我爸他，暂时回不来。回不来是什么意思啊？我得走了，老板让我送餐去，吃完了喝点水，别噎着了。哎，怎么了？你们那儿还缺人吗？怎么不说、啊？没胃口。我知道，我知道。在你那么失意的时候呢，我还能笑得出来，确实有点不太够意思。不过。不过你不能怪我呀，实际上刚刚宣布成绩的时候，兄弟我险胜你一分，名列榜首。你知道天上掉了那么大一块馅饼，你总得允许我浪一下吧？换你不浪了？你平常拉屎撒尿你浪吗？拉屎撒尿有什么好浪的？为什么不浪？那太平常了呀。拿第一对你来说是天上掉馅饼，对我来说就像拉屎撒尿一样，没什么好浪。我这是一泡本来我该拉出的屎，我没有成功的拉出来，也就是便秘。一个便秘的人，我没办法愉快的吃饭，特别是看着你这张臭脸，我就会想起我憋在肚子里的那泡屎。行了。我这吃的正欢呢，你这老提什么屎啊尿的，故意恶心我是吧？谢谢张文英。到。到。报告。张文英他便秘，吃不下饭。所以说话有气无力的，江教官见谅啊。行了，我原谅他。我不需要你原谅。江教官，您找我们有什么事？不是我，是许良军大队长。大队长来了。干部楼会议室，去吧。穿上最帅的制服，神龙活虎，吸引了多少注目和仰慕。可见在线上怎么还有功夫炫酷，我用上最快的速度呼啸
奔赴，每次抛下个人生死荣辱，只想让危险就在我面前止步。这一扇铁骨宛如云梯擎天柱，滚滚浓烟毒雾挡不住重新冲出，竭尽全力救护，劫难后的微笑才是幸福。这一腔热血不需要壮志鼓舞，中的无助需要我义无反顾，只要你们平安，我和兄弟就会满足。这一腔热血不需要壮志鼓舞，中的无助需要我义无反顾，只要你们平安，我和兄弟就会满足。只要你们平安，我和兄弟就会满足。你们平安，我和兄弟就会满足。